足肘的，肘背，偏内侧痛，我看到那个，背筋上，肘啊伸的，这爬山呢，山脊上有那个，有高压电线塔啊，高压电线塔啊，现在高压电线塔的送下来的电从前几天不一样了啊，前几天电。是那个，地球的核电厂发出来的啊，好像密度稀稀拉拉的，就像，一碗稀饭啊，很多的水啊，现在送下来的电好像干旱季的啊，就是里边含饭量多，就是耐用啊，就像吃饭的是耐饱，然后再检查一下各项指标都比原来好，正在往地球送，正在往地球送，也就是说现在的电通比原来耐用了啊，电也从原来不一样，已经切换过去了啊，切换过去了，那么现在核电厂，在天空当中的核电厂，现在可以停运了，可以停止运作啊，停止运作可以，可以停止运作，然后呢把那个。可以停止运作，可以把那个废地上的核物质取走，废地上的核电厂的核物质取走啊，先运走一个外壳留着啊，外壳留着以后，然后再做下一步要做的事情，备用着啊，准备着，准备着，然后以这种也知道地球上。情况很危急，很危急的啊，很危急。但是呢，以这种情况变呢，倒没有那么太担心，因为他有个整体的方案，要把这个改造过来啊，他会，把那些因素都会考虑进去的啊，叫我不要那么着急啊，我是有点着急啊，不要那么着急，有个整体规划，把那些，破坏社会的，那种会让他们最后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